普通原这个密集壁英国开始的，所以这个感觉叫做 Handwell 就是对英国开始，从英国开始的一个乐器。所以呢，下落后个来说，今回ですね，六十国のホテルですか。啊，拢总个十几支这个酒店底下。六十多座的酒店。可以一下说说过来了，先生。我们看到有大有小，哦，这是最大的，那它的声音是属于比较低沉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听看示范。哦，这是最大的手钟。看到的最大的，最小最小。好，现在看的最小的。でこの金属の金属の音を持って音楽を作ったら、いかにも賑やかなやかましい音楽になるかと思いきや、優しい音楽も演奏できますし、金属系の、鋭い音楽も演奏できます。这是用一些的金属的楽器，所以有当时在想讲，这是足差的音乐。首先，这首先啦，单个指着呾，伊大声的响的是足响，但是细声细声足优美的音乐。是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手中呢有分大小，那它的音阶就是大的话是比较低沉，比较小的话是比较清亮。大家也看到它是属于一个铜乐器，哈，铜管乐器，你会觉得好像会比较吵。事实上呢，透过一个这样的演奏，大家可以欣赏到非常轻慢的一个音乐的演奏，哈，清脆的乐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开始我们的第一首的音乐？OK。